全家都確診，咁而家就居家隔離緊嘅。我發覺咧，發燒係已經係最唔痛苦嘅時候嚟噶啦，咳到我嘔咯，覺得係辛苦過平時感冒嘅。咁但係感冒都可以好嚴重噶嘛，咁所以覺得心態。但是会有些沉的。我觉得我要去做的。就講唔到好大聲啦，咁呢個已經係我嘅 maximum voice 啦。我都唔想講太多，因為我覺得好 personal 呢樣嘢。總之我哋全家都確診，咁而家就居家隔離緊嘅。我而家個人好頹廢啦，我一日只係洗一次面，因為真係好攰。最痛苦嘅時段已經過咗噶啦，咁我個仔咧。都其實已經佢燒咗兩三日就冇燒啦。咁我呢條片咧就唔係諗住教人哋如果中咗要點啊，或者係講啲咩程序咁啊，我就唔講呢啲咁 technical 嘅嘢。咁如果有需要知道咧，我覺得我相信咧 YouTube 上面有好多人都 share 過嘅。我可能只係約略講下我哋會有啲咩病徵啦，發燒係一定噶啦。咁我哋全程都冇睇过医生，亦都冇去过急症室嘅，全程都系靠发烧药。我哋屋企只有 paracetamol， 冇高烧药嘅，就不断咁样同个仔抹身，定时食药，定时量体温咁样咯。咁就咁样度过咗两三日，最尾一日咧。仲有微燒嘅時候，但係個人好精神咧，我哋就冇再俾佢食藥，跟住就佢就自己退咗燒就好翻啦。咁至於佢有冇喉嚨痛，我就唔知道。不過我估計佢係有喉嚨痛同鼻塞嘅，不過佢就唔想講，因為佢唔想擤鼻，一擤鼻佢個耳仔就好痛，佢捂住個耳仔，咁都冇辦法啦。剛才有電話入嚟，那些廣告電話。其實我覺得呢，小朋友如果發燒高燒，我的兒子是燒了40多度，如果他沒有特別嘔吐啊、抽搐這樣呢，其實真的可以不用急著去急症室。即我自己本身覺得去到醫院我還害怕，因為那裡的細菌很多，還有醫護人員都很忙啦。咁翻到屋企又要沖涼，又要成日消毒，自己又有病毒帶出去又唔好，咁所以如果冇只係發燒，個人都仲精神精靈嘅話咧，咁就可以睇定啲先啦。我喺 parenting course 嗰度學到，我哋最緊要 share the calm 啦。雖然好難，我明白做人父母好難好難，就呢個時候，我頭半日都係。聽到喊，不過之後我又覺得 OK 啦，好似掹得好緊嘅橡筋咁啦，
之前成日都諗幾時到我哋中，幾時到我哋中，好驚好驚好驚。而家中咗，反而我有少少啊 relief 咁樣咯，扮咯，扮冷靜，個小朋友都會 feel 到嘅，個 energy 磁場好重要啦。咁小朋友我就差唔多係咁，我都冇乜好講，因為我仔 so far so good。不過食嘢就冇乜胃口咯，佢唔係好中意飲水，可能喉嚨痛啦，佢講唔到俾我聽啦。咁我就會喺佢啲奶啊或者蘋果汁，佢中意飲嘅嘢，佢中意食乜嘢，我都會盡量配合佢。咁啲嘢飲品咧，我就會溝好多水俾佢咯。間接佢都飲咗好多水啊！至於味覺會唔會消失，其實我諗唔會啊，因為我加咗好少補抗力俾佢咧，佢都飲得出，佢唔中意補抗力，因為我而家個樣真係好頹廢，我覺得我基本上每日只係洗一次面，就係沖涼嗰時洗面，我連防曬都冇搽，三日冇搽防曬，而家又勁曬喎，但係真係好攰個人。我一有力氣咧，我就會想做啲家務，因為個屋企一定要消毒啊嘛 ，keep 住至少抹下地啊，啲床單啊、carpet 啊、洗衫啊嗰啲。所以一有力咧，我就會攞嚟做家務 ，instead of 顧我自己塊面。我同自己講係病呢個時期，我就俾自己咁樣頹廢啦。過咗一個星期，我就要 pick up 翻我嘅 skincare routine。跟住講完小朋友咧，就講大人啦。大人都係發燒啦，燒咗兩三日啦，都係會好高燒嘅。之後微燒都會維持一兩日，但係我發覺咧，發燒係已經係最唔痛苦嘅時候嚟噶啦，因為你最多發冷，我會發冷發熱咁樣咯。但係係之後喉嚨痛，鮮奶嘢咯，流鼻水，個鼻水好結。跟住咳嗰時冇乜痰，但係一有痰就係結塌塌嘅痰，咁喉嚨會好痛啦。但我都會逼自己飲水、朗口，之後會一直咳咯。到咗尋晚，我諗係差唔多好，可能所以個喉嚨又痛又咳，咳到我嘔咯。不過我 confess 啦，因為我個姑仔幫我買咗珍珠奶茶，以毒攻毒。我唔知道是不是喝到珍珠奶茶，跟住又之後瞓之前又食 Panadol， 所有嘢唔消化，跟住就咳到嘔。不過到咗今朝咧，我冇乜食嘢咧，都咳到嘔咯。跟住我問我有啲確診咗嘅朋友，嘔好似係一個必然會經歷嘅一個階段。其實我已經有少少分唔清我哋中咗幾多人，確診咗幾多人啦，有啲亂啦，連排嘅時空好。奇怪，個市好好混亂，咁我只係 update 下，同埋可能睇下居家隔離期間個生活係點咯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。而家我周圍身邊朋友好多人都中咗嘅，其實我諗個心態好重要咯，換一個角度咯，即係而家咁多人中，其實都唔係咁驚。當然我不可以說它只是一個 flu 那麼簡單，因為我覺得是辛苦過平時感冒的，但是感冒都可以很嚴重的嘛，所以沒有，我覺得心態還有多點飲水。開心一日，不開心一日，不如開心地度過，找些自己喜歡做的事來做，看看這個吃些自己喜歡的，就好像珍珠奶茶。其實我們有我們自己有病徵，開始就算未呈陽性，我們就保持戴口罩。我的兒子就沒有戴口罩，因為我覺得太辛苦了，對他來說，一個小朋友不舒服還要谷住，所以就靠我們兩個大人保持戴口罩，直到現在都是除了吃東西擤鼻涕的那些時間，我們都會全程戴著口罩，睡覺都戴著口罩的。咁我盡量都摸過個鼻啊，伸個鼻涕，我都會消毒雙手咁樣啦。跟住攞啲水壺啊嗰啲，我都會噴下個手，有酒精嘅時候攞咁樣啦。冇咁啲衫，因為之前收完未接，咁而家每接一次都會噴下啲消毒嘢，
先接咯，都冇辦法，就咁樣咯，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咯。咁同埋小朋友病嘅時候咧，我哋都係攆翻阿蛋。之前有個YouTube 有個兒科醫生同阿蛋訪問，咁條 link 我會擺喺個 description box 度，因為 after 第一日發燒，我哋就係咁攆嗰條片啦。咁就希望咁樣可以舒緩到爸爸媽媽緊張嘅心情咯。最緊要冷靜咁樣去處理啦，加油啊！吃什么奶粉啊？奶粉。我好开蛋啊！好翻啊，但系咧会有啲蠢仔啊。